就阿公就蒋经国哈，对，啊，有一个人想要甲你呛喷者就是宋楚瑜，因为你对阿公两千年盖三届的时阵，其实你也知道，因为宋先那时候是当省主席、省长。那你说他其实也有很多人支持、嗯、那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就是诸法皆空自由诸法皆空自由自在，所以那几句话就让宋先生说不要选。那如果他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支持，那为什么后来是选了连先生不是宋先？那宋先有很多人说他是蒋经国最忠实的，包括履行他的一些做法，那也有些人觉得你后来的一些做法会背叛了蒋经国，你是怎么看？没有，我迄当阵吼，即、這个想要做省主席的人，就是吴伯雄。吼、嗯，我甲吴伯雄因爸爸讲，讲你叫恁囝吼，卖暂时卖去想要去做迄、那个省主席。省主席，吼、啊，即次我要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宋楚瑜去，宋楚瑜外省人，外省人去做省主席，无啥物唔好。安那过去拢是。外省人你做，即摆做台湾人，台湾人就叫一定台湾人，不要安尼来。我的迄当阵看法，外省来，外省本省拢是台湾的内面的人，大家应该都习惯的，所以可以去啦。啊，去伊真拼啦，伊有影真拼。我咧感觉吼，宋楚瑜伊的即个工作的能力啊，吼、各种方面看起来，现在嘛也阁真有办法的一个人啊。啊！迄当阵呢，伊呢，伊那会讲安尼，强强要出来选呢，就是呢，国民大会，最后一次就是国民大会本身的取消，甲台湾省政府的取消，是动审，伊呢，伊呢，误会啊，讲是为了伊啊，吼、那个取消省主席、省政府啦，吼、啊，何以无让我做？清主席啦，有这个误会的，我有甲讲啦，啊，实在讲起来，现在讲起来，可能已经无这个代志，但是迄当阵有想讲，应该伊就来做行政院长，那有法度做啊真好些，啊，伊都刚刚要选总统啊，对不对？变安尼来。OK， 所以依照以前总统刚刚讲的，其实可能在接班的感觉上，就是让。连先去选了总统啊，再来是宋先去当行政院长，啊，够后来就是可能宋先再接总统，这样子一路接班上去的感觉，大体是这个样子。OK。